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骑射。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一款 Dark Master 黑暗领主 Crystal Power， 这个的话呢是一款用领袖之证 The Last Class 的 Megatron 的模具呢下去做放大还有小改模，以及做成透明配色的版本。盒子的背面是载具啊，侧边的话呢是暗黑星城剑，正面是他熟悉的笑容，底部的话呢是一个身形的剪影啊。这个整个以紫色的基调为准，相较于先前同一个系列的这个 Artemis Prime 的模具的透明版本啊，这个可以说是鲜艳的非常的多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人生千万不要加入黑社会啊，你的人生可能就如此单调了啊，就变得没有彩色了。那这是它的一个最终呈现给大家的一个配色版本。其实呢，相较于很多的 OP 呢，它都有透明的版本啊，电影系啊，领袖之证系列啊，很多系列都会有透明配色。那这个的话是一个白色轮子的版本，那他们也有推出一个黑轮子的版本，我也是有啊，但是那一款的话呢，我没有变形，就先把它收起来了。那相较于 OP 有很多透明配色的蓝本可以参考，这个 Megatron 的话呢，它呢过去呢，至少我吧，我手上好像没有什么透明配色的一个老蜜啊，这是它原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色啊，就是大量的金属银色还有紫色配色为主了啊。那怎么把它变成透明，要怎么去呈现的话呢，可能比较没有一个 sample， 没有一个蓝本可以去做一个模拟啊，所以他们最终的话呢，应该说在过程当中呢也是去想过说啊，这些透明配色啊是不是要加点什么什么，有一个配色，那基本上紫色的配料是没有什么变化了啊，最主要还是这个头部啊，他们最终的话呢，这个头的话呢是使用了这种，我也不知道说这门应该怎么形容它的一个配色，也有考虑过把它整个做成透明或者是浅紫色什么的，那如果整个是透明的话呢，又怕说头部不够明显，那最终的定案呢就是现在各位所看到的这个形象啊。那大货的话呢，里头应该还是会有一个灯吧，应该是有吧，我这个里面是空的，那由于先前的这个版本呢是可以有一个发光的一个装置的，所以这一款应该也是不会去 loss 掉的。那由于材料的话呢标榜的是呢所谓的一个防弹材质，非常非常的坚硬啊，当然你不要真的拿子弹打它啊，如果你有子弹的话呢，你也不要告诉我，我不想知道。那这个跟先前的这个塑胶相比，这个塑胶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不赖，放了一段时间之后把玩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话呢，由于是如果你拥有先前他们这个透明配色版本，这个当时强调说非常耐摔啊，耐折的这个材料，因为两者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它的变形的时候呢手感会非常的紧，而且硬度非常的高。那可能跟它这个有点像坚硬的这种水晶形态 Crystal Power 的话呢，你会感觉诶，这个应该是说这个视觉的一个感觉跟你实际上拿到重量感的一个算是洽合的程度吧，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各位你就看一下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效果，可以从上往下呢透过去啊，可以看到一些紫色部件在内部，然后这个眼神的话呢也是比较邪恶，但是我这一款的眼睛好像涂装有一点点不太正确，两侧看起来眼神似乎有一点点的不同啊。那这个载具的形态的话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但是目前的话呢就无法做一个搭载，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比较。变形的过程呢我们就不再多做细部的讲解了，总而言之呢就是关节非常的偏紧，然后在把玩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像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倒角的部分呢其实呢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啊，有一点点的割手了啊，最严重的地方呢就是手指啊，不过手指的话变形的时候比较不会去碰到，所以也还好。那么虽然看得很细，不过非常的扎实哦，你用力去掐去捏的话呢完全没有会断掉的可能性哦，算得上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种材质啊。然后的话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软的一个有一个延展性的一个感觉，你这样推的话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疑虑啊，但是你这边不要这样子把它划过去啊，你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会受伤啊，它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小锋利啊。无论如何呢这一款反而是把玩的时候呢手指的话呢你自己的手指可能比它的塑胶还要脆弱了啊，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做一个强调的。然后整个关节的话呢都非常的偏紧啊，除了这个可能也只有这个地方这个关节它承受上下半身的，有时候去甩的时候它会动啊，
不然的话呢，你去碰它其他地方，它可以说是整个是紧的不要不要的，你可以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扎实。你去推它的时候呢，都要使用一点点的一个力量才行啊。脖子的话呢，也是比较紧实一点的。那除了这个面部的这个部分呢，是非透明件。OK， 各位看得到，我猜他们可能是怕说脸部不够明显，所以才特别做这样的一个材质。然后的话，它那个眼珠子啊，我觉得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好像有点凸歪，两侧的眼睛好像没有一样高，或者是说你要当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变态感觉的一个眼神也是可以。你像这样子看，跟这样子看，对，这边这样子看好像盯着你看，这样子看的话好像盯着远方在看，是一个双重享受的感觉吗？总而言之呢，它这个标榜说一个白色的眼珠子这种特殊的涂装还是有保留下来的。然后身体的骨干你可以看到，中心的部分是紫色的部件，然后外面有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幻影盔甲一样的感觉的，把它给包覆起来。然后这个附带的这个拳臂，哎不对，不是折这里啊，你要推的时候应该是要推这里，推这个地方。这个拳臂的话呢，它也是有附带一对的，另外还有一对。那安插的方法呢就非常简单了，就是从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孔洞，把它给扣下去就可以了。那侧边这里的话呢，为了做一个分件的感觉，有一个淡紫色的一个涂装。那总而言之呢，这是比较少有的一个透明配色的一个 Megatron 的一个造型的玩具。那我稍微的去对比一下，这是它先前也是同样一个模具啊，只是配色不太一样啊。这一款真的也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它把这个人形的比例啊给做一个放大。那我们的话呢，就对比一下先前也是啊，同一家的透明配色的这个 OP， 两个的身高的话呢，特别把它做出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别，摸起来的塑胶的感觉是一样的啦。如果你有这一款的话，那么今天的话呢，就快速也简单的跟大家聊聊这一款 Crystal Power Deck Blaster， 是使用了领袖之证 Deluxe Class 的 Megatron 下去做放大改模啊，改了一个背包，然后用特殊的材质所做成的透明配色的版本。以往的话呢，因为没有透明配色的密卡登的玩具哦，这一款的话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视觉体验啊。以战士来讲的话呢，这一款的分数呢绝对是非常有看头的。但是如果你要拿来做把玩的话呢，它有两个缺点。第一，关节非常的紧实，虽然它很硬，掰起来不容易断，应该说没有什么坏掉的可能性，但是呢会坏掉会受伤的可能是我们的手指了啊。就是说呢，它有一些倒角的部分呢稍微锐利了一点点，在把玩的时候呢特别要去做一个小心。那我个人觉得吧，以人形的形态来做摆饰就可以了。载具的形态呢，特别的占空间，特别的占空间。人形的话呢，摆着啊，跟他们先前的这个透明配色的 OP 放在一起，因为身高的话呢，还有自家有做了一个调整的比例，我认为看上去是比较舒适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